你懂得，你知唔知我为你揾呢啲 CCTV 位揾咗几多个位置？但为咗你，我一定一定会揾到我同你嘅安乐窝，啱你住，啱我住。我哋终于揾到啦！我哋终于揾到啦！呢度你住得开心，我又住得开心。冇错啦，这个咧就系 Origin Pets Friendly 嘅项目，喺呢一度咧有就系宠物要需要嘅服务。嗱，位置咧都相当之理想噶，佢邻近 BTS Bering 站，其实大约都系行两三分钟嘅啫。咁啊，揸电单车就更加快啦。而且咧，佢附近嘅社区啦，都系当地人一啲好文青嘅区域啦。无论你喺边个区行车过嚟咧，其实交通都系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咧，就系呢度咧拥有好多嘅文青嘅咖啡店啦，有好多嘅生活配套噶。翻工翻学方面又点咧？喺呢度咧最多嘅咧就系国际学校啦。嗱，最近咧就系圣 Andrews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由项目过去咧，我谂。行路就是十分钟到啦，咁另外仲有好多间国际学校，包括咗喺 LaSalle 区入面多间嘅名校添。咁呢一啲嘅学校咧嘅老师就需要一个安乐窝啦。嗱，啱宠物住，咁人又点咧？有天台泳池，又可以同狗狗玩嘅公园，仲有健身室，间房咧有齐walk-in closet。又有这个靓仔的厨房，房间的间隔呢还有自己的独立房间，你说是不是铲屎官和主人的安乐窝呢？那 Bissington Origin 这个项目呢，大家一定要留意了，联络我们曼谷买楼123查询更多的资料。